睇條應該用直式噶啦，31×2=62，加個零咪620咯。第二條就係45×76，記住香港嘅左乘法，打落嚟3420。咁啊134×25，上面寫134，下面寫25，答案嚟3350。跟住呢條咧，佢就本來應該係170×90，冇最適合咧概算啦，216600，因為嗰個距離太遠啦，A 唔得，B 都係。太大 ，C 啊更離譜，所以 B 破 boy。咁住呢個咧，4×8=46，24升一定係六。呢個25×4就100×17，所以 A 破 apple。呢個銀紙乘件數，咁就50×24，答案係6000，再答題。睇清楚題目係揾不正確，咁啊零型四邊係相長度相等啊，啱嘅對邊平衡又啱嘅，對角就係、未必相等，四角必定相等就一定錯，其實係 D， 因為正方形係特殊嘅零型，所以咧。就可能 C， 但係不正確啦，應該係 D。咁呢個就畫翻左邊同右邊對稱就係零型就得啦。呢、這個長方形平衡四邊形得呢個應該係 B， 正方形係特殊嘅長方形。因為有直角嘛，平衡四邊唔好，所以係 B for boy。跟住咧就係、是、對邊相等，不是四邊相等，就平衡四邊形啦。平衡四邊形，鄰邊係不相等噶嘛 ，A for apple。長方形同平衡四邊形都具備嘅，應該係對邊平衡啦。同埋對面長度相等13 C for cap 80×20 8×2咪4咯，大家 cancel 咗個零，56×12啫，4×8138×23咪啱啱除得盡，上6搞掂，俾3整除要3個數加埋係3嘅倍數得啦，1+3+2=6，所以。其他加埋都唔可以俾三條去盡，跟所以第16條係 D 破多，第17條咧用直式去睇，咁應該就係11啦，因為7×11+1就78 C 破 cap。236×24，即係240，大約嘅二幾多個24。攞盡十唔得，褪一褪九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九搞掂。跟住平均就係除360×12，即係30。記住答題。